嗨，阿明电影院的院友们，大家好。前一天入住了沈阳中山皇冠假日酒店，今天9月8日要从沈阳桃仙机场搭下午1点55分的高丽航空班机前往朝鲜首都平壤。先来吃个丰盛的早餐。早上10点在酒店大堂和导游与团员会合，搭上巴士出发去机场。这次会选择搭飞机前往平壤，而不是从丹东搭乘火车进入朝鲜，是想体验一下这家全球最神秘的航空公司，还有看看是否真如传说中有很多女神级空姐哦。机场到了，看见高丽航空的标志，太早到机场了，还有1个多小时才开始化位，先到处逛一下。过几天从朝鲜回到沈阳后，会去张学良故居的大帅府参观。高丽航空是朝鲜唯一的一家国营民用航空公司，机队使用俄罗斯飞机，目前定期航班只有飞中国大陆的北京和沈阳与俄罗斯的海参崴，所以世界各国旅客要去平壤都要先来到北京或沈阳转机。管道柜台办理，我们将在航班起飞前45分钟停止办理。有特殊乘机需求的旅客，到哪只要有投影机，都会吸引阿平我过去瞧瞧。这是使用投影机投影出人形影片的说明立牌。不能随身携带，需要办理托运。开始排队了。发现好多朝鲜人的推车上都载满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商品，毕竟朝鲜是个各种物资都很缺乏的国家，这些极少数能出国到中国大陆的朝鲜人应该都是在朝鲜社会里阶级地位比较高，可能是官员或劳动党员，甚至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吧。前往朝鲜使用的签证卡，基本上去朝鲜旅游都是办理令子签证，所以在护照上不会留有任何朝鲜海关的印章。可以发现朝鲜使用的主体年份107年，是以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开始算起，刚好和中华民国的元年是同样的年份。而这张签证卡会在离开朝鲜时被海关收走，所以只能拍照留念。原本已经拿到登机牌了，但后来导游又帮我更换成商务舱，意外升等，来到候机室，即将进入无网路世界的5天4夜之旅。这台就是等一下要搭乘的高丽航空班机，朝鲜的时间比北京时间要快1个小时，飞行时间大约也是1个小时左右，准备出发。高丽航空的商务舱总共有16个座位，坐左前方第一排的应该是一位朝鲜官员，后来有发现空姐对他的服务态度很不一样，首先点了一杯朝鲜招牌汽水，因为颜色是粉紫色，很特别，喝起来的感觉是有点像感冒糖浆的味道。商务舱的餐点有一盘水果和蛋糕，还有一杯热红茶。而航空业界评比网站 Skytrax 从2011年起对高丽航空连续4年给出1星评价，是全球唯一的1星航空公司，也因此获得全球最差航空公司的称号。据说高丽航空近年也开始多角化经营，
有生产汽水和香烟，在平壤也有经营出租车生意和开设加油站。在机舱内是不能拍照的，所以无法拍摄神秘又美丽的空景。虽然亲眼看见后真的惊为天人，而且服务态度真的好得没话说，中文说的都很标准，声音又好听。终于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这是金正恩上台后新建的第二航站，在2015年7月1日投入营运。看下来，整个机场并不大。第一次踏上朝鲜的土地，老实说，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毕竟还没来之前，都听闻过许多有的没的传言和禁忌。在沈阳出发前，也都把手机内不该有的图片和影片都删光。入境通关时，朝鲜海关都会说中文哦，只是最后还是要把手机另外交出去，并通过行李安检关卡，带来的三 C 产品和书籍等都要详细填写申报单。结果手机只是稍微看一下型号外观，并没有真的打开来检查。这几天适逢朝鲜建国70周年国庆期间，会有很多各国贵宾和游客陆续来到朝鲜。和接待我们团的两位朝鲜导游会合后，准备上大巴车出发前往平壤市区。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首先代表朝鲜国际旅行社的名义，热烈欢迎你们的赴朝旅游，谢谢大家。然后，现在我见到了一个大家以后呢，就是好像是一个见到了一个亲家人似的，我也很高兴嘛。所以从今天开始，7晚8天的期间，我们这个三月朝方人脸跟大家一起坐、一起吃饭、一起走、一起参观，为了一个大家的方便。一直住这个酒店，所以刚才先生们、女士们抵达的这个机场是我们朝鲜国内最大的新盖的那个平壤顺安机场，平壤顺安机场的，所以顺安意思就是顺利的、安全的走来走去，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平壤顺安机场以前是一个很陈旧的一个机场，所以。现在很多外国人对南朝鲜说就是韩国嘛，韩国，我们朝鲜人那个不喜欢叫韩国的，我们叫南朝鲜，我们朝鲜民族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朝鲜半岛也是一个整体嘛，所以我们叫南朝鲜、北朝鲜，他上台以后，说过全面北朝鲜政府。然后杀害2500万的我朝鲜人口嘛，北朝鲜人口的，但是后来这个他也是佩服金正恩元帅的一个伟大性嘛，所以在新加坡跟这个金正恩元帅互相见过面的，然后他回美国以后就是一直就赞扬那个金正恩元帅的，我首先热烈欢迎你们与大王来赴朝旅游。那下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平壤旅游大学的学生，不是实习生，我姓金，叫青芽，青壤的青，尖牙的牙，青芽，以后大家叫我小金或者青芽。我没有丰富的导游经验，还有我的汉语水平不那么高，所以在这次旅游期间，请你们多多帮助我，多多指教我，我会尽力而为。我希望大家在这次旅游期间同心协力，互相帮助，互相配合，度过开心的日子，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当了十年兵以后，我退伍，然后当了一个朝鲜国际旅行社的中文部导游嘛，所以现在好多的朝鲜的美女找对象的时候，都找像我这样的那个入党的男人、当过兵的一个男人、大学毕业的一个男人嘛，所以我们把他叫做三库的，简单叫做三库。
哦，三裤就是一二三四的三，然后裤就是一个裤子嘛，男人穿的一个裤子啊、哦，所以三裤就是一个具有三个条件的男人嘛，啊、哦，入党的男人，当过兵的男人，然后大学毕业的男人，三裤嘛，哦，小军，是这样的吗？要问一个人讲，小军。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个河南省知道吧，河南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万紫千红一片绿，外加一动一不动的男子汉的啊，意思知道吗？万紫千红意思就是万紫，那就是一万张紫色五块人民币啊，那个千红就是一千张很有钱的，对呀、啊。然后外加移动呢，就是一个车子，移不动就是一个房子嘛，啊，所以现在中国的美女啊，以前都找了这个干货赛呀、啊，或者那个男人都找了那个什么百富美嘛。但是这样的干货赛、百富美的这样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啊。大家找既有万紫千红一片绿，外加移动移不动的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啊，这样啊，三十而立嘛。三十而立，所以我三十岁的时候啊，二十九岁的时候退伍，然后过了一年以后，三十岁的时候结婚，所以先立业后成家嘛，啊，所以先当导游，过了一年以后就成家，啊，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朝鲜的美女喜欢把我叫做善过善过，不是一个更导哦、啊，都叫了一个善过啊，善过。会的啊，然后平常是那个美女啊，我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整天跟着我追过来的，好像是一个蜜蜂精一样的，整天扑过来嘛。哎呀，真的。所以现在朝鲜国际旅行社，然后平常是一个大致地方的一个到处都有了一个我的一个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这样的。哦，我们那个马上到啊！现在我们跑的这条大街叫做黎明大街，2017年建的黎明大街，去年建的吗？2017年嘛，2016年动工，然后2017年完工的啊、嗯。现在共有两层的所有的建筑物都是2017年建完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正前方我们看到了好像是一朵花一样的一个漂亮的建筑物，那就是我们将要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先下车以后在这里一个散步吧，拍照，然后拍完了以后呢，我们那个直接上餐厅那个吃饭吧，啊，可以吗？没错，然后下面有那个迷你烧上店，知道吗？迷你烧一楼有那个迷你车上店、啊、然后餐厅在三楼啊，然后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大家都记住一下我们的一个车牌号码，说起阿平，我为何会想来朝鲜旅游呢？其实我从小到大对历史都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历史和东亚近代史。学生时代所有科目中考试最高分的都是历史，而中国近代史和朝鲜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国共内战、两岸分治后，也因为朝鲜战争产生后续的很多影响，更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至今近70年。前几年有一部国产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
也有讲述到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对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的部分。在四月底，轰动国际的大事就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历史性跨越38度线的会面和谈，以及六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的会面。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这几年的种种表现，让这个几十年来神秘又封闭的国家不断地在国际上成为头条新闻，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很想亲自到这个目前唯一还施行完全共产制度的国度瞧一瞧。或许不久的未来，朝鲜也会开始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也不一定，想趁着目前朝鲜还保有其原本风貌的时候，亲身来这里实际感受那种去地球上所有国家旅游都不会有的特殊体验。今天9月12日是朝鲜游最后一天，结束早上的参观行程后，搭大巴来到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准备搭早上11点20的班机回到沈阳。结果我只拿了一瓶可乐来喝。在朝鲜喝美帝资本主义的产物可口可乐，喝完这瓶可乐后，这趟朝鲜游即将画下句点。五天四夜下来，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感受，这确实是一趟有别于去其他国家旅游非常与众不同的旅程。准备登机。回程吃的东西和来的时候一样，只是点的汽水不是紫色的，变成朝鲜的橘子汽水。回程商务舱的空姐好美好有气质啊，服务态度和说话语气真的是女神级的，能当上高丽航空的空姐可都是全朝鲜万中选一的，可以说除了朝鲜国内的牡丹峰乐团成员之外，长相最漂亮的女生了，而且最难得的是纯天然无加工过的哦。空姐美丽的一瞬间，沈阳到了，准备下飞机。
本期阿平游北韩的影片就先到这告一段落，其他更多朝鲜游记的精彩内容之后会陆续发表，敬请期待。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